今天是感恩节，咱用感恩的心伫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一冬的带领。今天是上时，嘛是教会这期中间真要紧的一个抬杠节的一个主题。世界性欧洲的教会非常强调抬杠节，特别是抬杠节第一主日，马拉在过了咱就无过感恩节啦。总是马拉在开始过抬杠节期。今仔开始是抬杠节的第一主日，了后第二主日、第三主日、第四主日，就是明仔日耶稣基督的圣诞。所以整个全世界的欧美的国家的非常重视的这个抬杠节节期，不是干呐节，节期有这个真要紧的原因。咱看教会公布中间，你对这礼拜开始连续过礼拜开始讲，这个抬杠节要带来是啥物？是一种反省，一种在上帝面前的思考，到底咱要用啥物心情来欢喜庆祝圣诞？有真侪人感觉圣诞节过了，是会感觉真空虚。无论是大场的啊，小场的庆祝了，到底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，互你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感受啊？抬杠节，咱若无这种的陪伴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的圣诞节过了了后，你会感觉好像真空空。有一摆，有一个家庭礼拜，咱教会一个兄弟，家庭举行一个家庭礼拜，我去迄个家庭礼拜中间主持的时。哇！看见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个厝面，外靠这排厝，这是一个旧的社区，是一个真旧啊、真旧啊，应该有二三十年以上的老的社区，是一个旧的厝地。啊，家庭礼拜时入面厝内，哇，内底是一个真新的感觉。原来这个兄弟伊买一间厝的进前，迄个厝头家知影这是一个旧的社区、老的社区，这厝嘛是一个旧的建筑物。所以伫内面的厝内已经重新，家己重新装潢过，无论灶卡，无论客厅，各位拢呈出一个新的感觉。所以入去旧厝内底，嘛有新厝的感觉，旧厝嘛会当有新厝的感觉，看咱要安怎样家己振作。今仔日咱要伫这个所在进入抬杠节的时阵，咱要先甲来想，明仔日抬杠节，伫过一个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咱的新的礼拜。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境？我说今早起，咱要用这个经节，然后用这个主题讲室内装潢的一种技术，咱的信仰要用室内装潢这个技术，再做阵伫这个抬杠节第一主日，咱要来陪伴咱的心。首先，我说伫这个所在要甲咱三个心，你敢有相信伫你内面有另外一个你？你内面有另外一个你？要讲基督徒的生活，用一个譬如。基督徒的性命用一个譬如来讲，应该无比室内装潢、室内装塔，更加好的譬如来描写基督徒咱的生活甲咱的性命。你有注意到咱的圣经中间常常咧强调讲，咱每一个人的内面各有另外一个啊，咱的内面各有另外一个人。你有注意到咱的圣经吧？安尼。常常甲咱暗示，也是安尼明个甲咱提醒。我们来看咱报咱两位的圣经，咱来看这两位的圣经，然后把咱会当进入咱今仔的主题之前，先甲伊一个印象。咱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的第三章十六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的第三章的十六节，这个圣经节吼有两位，然后呢用无同款的圣经版本写，我伫咱的泡沫的所在图书馆，把咱会当底下做一个比较。《以弗所书》的三章十六节，安尼中文原底好啊，本的圣经哦，咱看旧的版本，旧本的圣经是安尼讲，讲，互恁心内气力会当坚强起来。台语版的圣经哦，台语版的圣经，用关灵互恁心内勇健，这是台语版的圣经。那新约本的圣经哦，新约本的圣经，《以弗所书》的三章十六节安尼翻译，讲用大灵。互恁内在的人会当坚强起来，用大灵，互恁内在的人会当坚强起来。你内在的人，我本来先去讲你内面的困难，内面的困难。那咱搁看另外一位罗马书的第七章的二十二节，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二节，我本来先跟安尼讲，讲因为照着咱内面的意思，咱内面的意思，咱心又本来先跟。新约本的圣经安尼翻译，讲按照我内面的人来讲，按照我内面的人来讲，
姊妹，我用这个无同款的圣经的版本，互恁去做比较的时阵，要互恁知影讲，这个圣经到底要甲咱讲啥物？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彼得前书的第三章，第三章的第四节，咱过来听，这个今仔日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讲，就是用心来温柔的人。请温柔恬静的心情做未败坏的衣服，这在上帝面前是真宝贵。心内温柔的人，你有看到圣经内面在甲咱讲啥物？牧师不是用这个圣经的版本、新约本来甲咱比较，然后咧讲倒一个版本的圣经较正确、无正确。新约本的圣经咧讲。迄、那个内面的人，伫我内面的迄个人，照圣经起来文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咧讲内面迄个人。不然台湾人袂当理解，外表有一个人，啊内面阁有一个人，咱有真矛盾，咱袂当做这种的理解。所以咱会当甲伊讲，迄内面迄个人是咧指啥？指良心啊，指心灵啊。哦，咱就开当理解，内面就无可能一个人啊，咱内面是一个心灵。内面是一个良心，哦，安尼咱会当理解。不过圣经原底意思，毋是安尼说。圣经原底意思，你看咱头拄仔用三个圣经在甲咱讲，心内溃烂。咱是圣经学者用心内溃烂，互咱会较搁较联想，搁较清楚。总是圣经原底意思，心内溃烂。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讲心内虚烂，心内虚烂。这较正确，这个较正确。所以，咱们伫今仔日咱早起这个信息的中间，咱三个做阵来想，你内面搁有一个你，你内面搁有一个你。咱有真侪时阵在讲，一个还袂信主、还袂得救的人，伊的身躯嘛是一个活的，伊会当感受到周围中间有真侪物件，伊会当去感受到，总是对迄个袂当感受、看较袂到灵界这个部分，伊内面的是死的。外面的身躯是活的，无信耶稣了，伊嘛是会当活。外面的身躯，肉体的部分伊会当活，总是伫伊的内面灵的部分的。圣经讲，这种的内面迄个人是死的，因为伊还袂感受到，伊信仰感受到迄个上帝稳定伫伊的心中。所以耶稣前后有一摆，到有一个人咧个人担当的时阵，这个人是有身份、有地位，嘛是真善良的人。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。这个人是当人尊敬，伊一个官，也是真善良的人。总是耶稣是安怎甲伊讲讲，你着爱顶头死。顶头死毋是对歹人讲的，顶头死嘛毋是对迄个做歹代志的人讲的。耶稣甲这个做好的人，佮有身份，佮有地位，佮予人敬重的一个尼哥底母，甲伊讲，你着必须要顶头死。这个人佫是一个宗教领袖。只要耶稣会甲伊讲一句，耶稣伊讲的意思是讲，既然要入上帝国的人，伫伊内面迄个人啊，若袂当伫遐甲圣神伫遐合作，若袂当顺服圣神的带领甲感动，若袂当通过圣神来予伊内面的生命展开另外一个新的一页，然后开始有无共款的时阵，那恁这个人，也搁伫伊内面迄个灵命顶面，也算伫死。我知会当活了好好，讲是伊内在也阁死。现在有真济未少信主的人，基督徒，因的灵命，因内面迄个人是真冷静，袂堪去作战，袂堪去甲撒旦伫迄个所在来抵挡，所以因就捌过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。当咱搁一届伫遮个圣经在中间看见遮个话提醒咱的时阵，我咱会当知影讲。当咱真正欢喜要接受耶稣基督，在咱的生命中间做咱的主宰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意思就是讲，迄个内面迄个人诶，爱开始啊，开始展开一个无同款的生活，然后在迄个过程中间，互你内面迄个灵当活起来。但是咱唔知未死一件事，顶头死的了，就是永远拢安尼生。顶头死是一个阶段，是一个开始的，是一个开始。顶头死的人会冷静了，会啊，冷静了。顶头死的人有无坚强的时阵无？有啊，有无坚强的时阵？
像圣经讲，如果若无有一个真敬信，伫迄个所在，互主遐掌管的时阵，咱干呐？伫迄个顶头时间，保持迄个要开始，迄个无迄个热情吼，无法度提高永远，无法度。所以是咱的软弱，所以咱就需要讲，咱需要伫咱内面迄个人顶面来做装潢的工作。请问人会当装潢无？建筑物会当装潢，人会当装潢也袂使。人未当装潢，那人未当装啥？人会当装潢，敢毋是？所以第二部分牧师要伫这个所在，甲咱来想，到底是你的外面这个人的影响内面迄个你，还是你内面迄个你的影响外面这个你？你想，那伫你的心中是外面迄个你较勇，还是内面迄个你较勇？你倒一个你较勇，然后影响你倒一个较强的部分。到有人装潢，这礼拜我的厝装潢，后礼拜我就规拢卡掉，然后后礼拜了我重新装潢。啊，咱台湾人应该无这种概念。咱的厝若装潢过了，该装修过了，大概照咱台湾人的惯习，就是大概要用那一级折单，对不对？安尼我就是要安尼用啊。装潢是啥？装潢是死板，装潢是死管，装潢是较无弹性，咱无可能讲安尼一个月就安尼甲换，后个月佫甲换，无可能。就是人诶，人是伫外诶，人是弹性。所以呢，啊，做牧师伫这个所在，甲咱讲讲，基督徒咱若中头死了，咱嘛会拄着啥？拄着乱交有两只诶时阵，你是活诶体。那无常常更新的时阵，或主底下掌管的时阵，你就真紧就搁底下退步落来，然后底下衰竭。啊，你讲这个世界常常要改变咱，这个世界一直在吞食咱，这个世界一直在予咱在咱的生活中间离开上帝的道理。世界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咱？用现代音乐，是一个管道啊。现代音乐中间有真侪无好的歌词，无好的精神，伫现代音乐内底，世界用安尼来影响你。世界用文化的管道来影响你。世界用啥？用当今的现代的这个潮流价值来影响你。咱大家即摆拢手机啊，手机啊无讲好歹的代志，这是现代的潮流价值。资本学家用这个方法来让你受拍捆绑，你无手机啊，你就是跟不上时代。这是潮流价值，就是世界用潮流价值。来影响你，你嘛爱跟安尼行，你无安尼行，我才就袂使，会无方便。世界用什么来影响你？世界用这个社会面相来影响你。当拜拜面相足强的时阵，当几千几万人拢伫遐拜拜的时阵，当这么侪人拢迷信的时阵，你迷信影响嘛？你会感觉安尼才是对啊，安尼就爱来拜拜才对啊。世界用败坏的这个政治素养、风气来影响你。即个选举的迄个歪风，无好的精神，大家拢安尼行的时阵，你感觉你受影响吗？即个世界用真侪管道，一直在影响咱，甚至在吞食咱，咱的内面，你感觉你有受影响？还是你影响是外面受影响，内面无影响？有人讲，啊，人甲我买票，我钱嘛甲照收啊，但是我来投予别人啊。意思是讲，我外面互伊影响，我内面歹互伊影响。恁请问你是外面互伊影响，还是内面互伊影响，还是两种拢互伊影响？啊，是伫迄个中间有真大个一个竞争。恁请问咱要来思考信仰个物件，上帝真正时阵用啥物甲咱讲话，透过啥物管道甲咱指教，照圣经互咱个理解，上帝话语是透过咱个理性甲咱讲话。上帝话藏伫圣经的中间，予咱去理性伫迄个所在判断，咱也伫遐接受上帝话甲感动启示。这是上帝接受咱的一个上界要紧的一个管道甲方法，上界直接。不过撒旦甲罪，毋是用这个管道来接受咱。撒旦甲罪用啥？用欲望来跟咱讲话。上帝是用理性，用咱的理性甲咱讲话。不过撒旦甲罪是用啥？用人的私欲、欲望，甲咱讲话，你感觉倒一种的亏点较大？
古一个念中间，咱圣经伫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中讲起，就讲撒旦用这种方法来攻击夏娃，到尾夏娃就挡袂了。撒旦先甲夏娃伫迄个夏娃面前咧质疑上帝迄个信仰程度，啊，伊诚实的程度，攻击上帝这个诚实性了，然后再来攻击夏娃伊的理性。最后的，安尼阁有够命。上界可怕、上厉害的手段就是撒旦，底下个夏娃用个欲望，底下个夏娃讲话。圣经的描写，创世纪第三章的这段犯罪过程的中间，你讲安尼的描写，讲有一人看一丛树好食，也加吧，就把伊的果子食。撒旦跟咱讲话时，用咱的欲望，上界有力，咱嘛听海落去。上帝有当时也用理性跟咱讲话时，咱不一定听会。欲望需要的时阵，这个附近人看见迄个树啊，有好食的物，佮加吧，啥物物件好食，佮互你看起，你会感觉真欣赏的物件，你理解？圣经跟咱讲，这是真可怕。然后，伊就去买伊来吃，这是欲望，欲望，欲望就是要让你满足你内面体内人的需要，敢是？让你伫迄个所在感觉，安尼是上好的，安尼是上正确的，上对的。有一个基督徒的学者，伊安尼讲一句话，讲如果所有的代志拢是对你的肉体来决定，对你的肉体来决定，然后甲你发命令的时，你嘛拢一一顺服。那你这个肉体会完全破坏你的所有的人格。你的肉体在你的身躯，若是在做命令，一直在迄个所在在指示你安怎做决定的时阵，啊，你若拢听你的肉体安尼来做的时阵，你的人格有一天完全的受破坏去。这是一个大家来去思考的一件事。奥古斯丁，咱知奥古斯丁这个人，哦，这个人有写真侪册。过去即个少年的时代，足费力，一个奥古斯丁，到一个程度信主了，改变真多。有一摆奥古斯丁，伊伫伊的地球了，伊就街路拄到一个人。这个人过去，捌予奥古斯丁这个人，一直活伫迄个罪捆绑内底，真痛苦，一段真长的时间。后来呢，奥古斯丁是因为我靠十字架。耶稣基督迄个救赎，迄个怜悯的头目，可以当伫迄个所在较赢过去遐个罪性，然后伊当行出来。所以真无简单，伫遐个克服遮个人性中间的迄个上等者。我马上伫带伫记录，我好顺便佫拄着迄个人，迄个人是予伊犯罪真深的，予伊活伫迄个罪捆绑中间真久的这个人。这个人拄着我好顺便，两个人面对面相拍招呼，这个人甲我好顺便讲，我好顺便。你袂认得我，我是谁呢？我爱我是我，你袂认得我。我昨天甲伊面对面了，知影讲，这个时阵已经袂去予这个朋友，甲伊影响，用邪恶甲伊影响，予伊伫活伫过去迄个罪捆绑的中间。我昨天伫遐甲伊印一句话，甲伊看一面了，甲伊印一句话讲：对，你是你。无变，总是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迄个我是已经是新的奥古斯丁了，你无法度认得我。第三部分，咱要三甲用这个圣经在三甲，咱要进入另外一个，咱要讲用信仰上界观的规矩来改变人性的观感。兄弟姊妹，咱信仰敢有影遐尼大个困难？到底伫这个世代，咱讲有真侪邪恶的鬼来来影响咱的时阵，到底咱要安怎？久久长长以来，咱看见讲这个世代用教育理论来改变人性，用心理学来改变人性，用法律来制定、来限制人的人性的乱象。久久长长，咱看人类历史发展到即阵，拢无啥成功。人嘛是遐尼啊，拢这样，人嘛是真侪时阵真困难。
为什么？因咱内面迄个人真能讲。内面迄个人真断着。伫美国有一个基督徒，伊常常爱伫大学内面做遮大学生的校园福音事工。这个人叫做杰里·布里奇，这个人，这个基督徒呢，伊常常真侪机会伫大学内面，甲遮大学生分享着迄个真心、迄个爱，甲最后的部分。然后伊用这个部分要甲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。 伊常常用这个字安尼讲，伊拢讲，所有的这大学生的青年朋友，我甲恁讲一件代志，有一个方法，会当互恁明仔载早起，明仔载早起，恁就爱伫这个学校办一个退学的这个手续不可，有一个方法，明仔载早起恁就爱办退学，什么方法会当互恁办退学？ 就是恁将顶礼拜，恁将顶礼拜，伫恁脑海中间闪过、飞过，遐个歹念头，拢甲伊做一个泡泡，倒影来伫咱个台前即个大埔个所在。安尼哦，你明仔载就爱伫遐办体下，所有大学生拢笑。 因遮大学生拢知影，到底这个基督徒在讲啥？你只嘛顶礼拜读到内面，你捌照过、闪过一个歹念头，感谢上帝恩典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无一个机器会当将咱歹念头把咱拍做影片。假使脑迄个科技的时阵，将顶礼拜遮物件，咱甲拍的进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人想过歹念头，拍的遮时，你想会成做啥物款的坚定？ 是人啊，是人。来在迄个人当时也是非常无好。波罗先生上界有深的体会。那么波罗先生还袂信耶稣，一直到信耶稣。波罗先生还袂顶头先，一直到顶头先。这个过程中间体会足侪，所以知影人生的乱象，对人的彻底的了解。所以波罗先生伫伊的写批的圣经内面的批信中间，讲到真侪项，人的乱象，也讲到讲肉体上遮个垃圾部分上有奸淫啦、邪僻啦、酒醉啦、放纵啦。 然后万分啦、啊，对色、生气啦、激动啦、嫉妒啦，等等，波罗先生伫迄个批信中间，你若注意看波罗先生的迄个思想，波罗将这些情形上界摆拢足具体写出来，你知影，这就是咱内面迄个人的乱象。所以波罗伫提多书的伫酒内面来讲，讲因为上帝救正人的恩已经显明，更改咱着弃杀不肯甲即世间的需要。 用手机、公义、健全来过日，伫即世界。咱即卖信耶稣的人，咱的心中，当时啊，咱嘛去做一寡咱介意代志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咱嘛去做一寡咱自己厌恶的代志。就算讲咱已经是一个新创造人，就讲咱是一个顶头先的人，当时啊，即种的冲突嘛，袂当免除。我的先生伊会当甲你做见证。 波罗先生讲讲，苦啊，我会做人，是罪的救我脱离迄个处死的肉体。啊，伊内面迄个人，但是嘛感觉，哎，真艰苦。你讲外面这个人啦，伫遐来清净。总是，波罗先生有提起高较悬的水准的标准出来。所有人只会免伫遐讲，讲，敢毋知你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殿伫你内面嘛？不然都会真输。 三章十六节安尼讲，讲啊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，圣神殿伫恁，可恁毋是家己的，因为上帝怜悯肯定献家己的身躯，最侪是我的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或者是提起所有信徒来讲，咱啊将咱这个标准啊，爱甲藏伫一个更加严格内底，迄是一个高标准的，然后上帝来帮助咱。 伊赛亚今仔所读的六十九章十三节咧，讲起来讲圣殿内面所用的物件是对篱笆的，遐荣耀，遐荣光，遐超过拢是真好的手法，做咧建设礼拜堂内底地板装潢的物件上佳好的物件，遮物件是咩好上帝，上帝也遮做荣光。总是咱咧看圣经，这描写今仔咱所读的圣经在咧时阵安怎讲，讲拢要三甲为你。 为着要增他我的心所。
为着要增加我的信心。圣经无甲咱讲，为着要装潢我的信心。然后咱要看咱来看，大多所读的彼得前书，大多所读的第三章的第四节讲，谦温柔，谦温柔，恬静的心情，最为败坏的衣服。先温柔恬静的心情，最未败坏的、未败坏的衣服。然后呢，伊的进程第三十个尾啊，来讲穿衣服最正坛。圣经有咧甲咱讲起讲，保罗先生，你讲咱的心灵啊，该当作是一个圣殿。咱的心内面迄个所在，那该当作是一个圣殿。遐个姊妹，我要请教，圣殿是要创啥？圣殿不是要伫遐卖菜，啊，不是要伫遐做木工。圣殿咱总清楚，每一个人包括囡仔拢知影，圣殿是要创啥？伊是要伫迄个所在荣耀敬拜的场所。所以诗篇第二十九篇的所在清楚讲用圣洁来装他，用圣洁诗篇。嘛，安尼甲咱讲，用圣洁来装他。弟兄们，安尼你有理解着讲，当咱若从咱家己内面迄个人，甲伊囥伫一个圣殿的时阵，迄个装他是要用啥？用圣洁，一个看袂着的气质。啊，做咱厝，彼得前书咧讲的，迄个内面温柔的心、单纯的心，迄就是一个圣洁。用安尼来装他，毋是要装潢啊，毋是要装修啊。是要用安尼来装他，上帝看这个内面的你最水最好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就看见讲，咱搁一届摇下基督在咱的内心做这个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内面的工作，内面的你就开始变作无同款。信心伫迄个所在所做正的工，就超然你伫属灵的生命的内面，成做一个新的。然后你内面的你，透过安尼了，就影响外在的你。主耶稣真做你内心心灵的一个室内装潢师、装塔师，不是你家己。基督徒咱有家己咱家己的本性，总是咱的欢喜，照咱伫圣经所领受的，安尼来顺服一下。圣经伫你内面做这个感觉雕塑的时，咱就看见讲，要真做，进入伫读经这中间，你内心的一个改变、甲调整，一个上好的一个第一步。然后上帝看见你已经备办好，你的基督，咱咧讲有人讲讲基督是要降生伫底，基督是要降生伫你的心内，降生伫你的心内，是你才有迄种真正的喜乐，才有真正迄个感动。接着来讲，咱咧讲，你到第二点，咱进入伫天堂台讲这个中间，咱用保罗先生的一句勉励话，咱若自我安尼勉励讲，讲囡仔真实的，囡仔干净的，囡仔公义的，囡仔清气。既然通听的，既然好名声的，若有啥物德行，啥物通娱乐的，才会人拢着笑的。让咱伫这个节气的中间，重新看见内面有一个你，一个你是会当比你外面的你较强的是，你爱帮助你内面迄个人，互伊真做是一个世界中间，真正有影响力，伫你徛起的所在，伫主的面前。让我小弟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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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我毋是甲空空伫遐欢喜，然后经过一场闹热，甲庆祝，乃是阮的心思已经做一种的陪伴。日光新的祈祷，要点伫阮的心中，互阮内面迄个家己迄个人，已经伫迄个所在做调整。我想着你上界欢喜的稳定甲舒服，放伫阮的内面，然后阮的内在影响阮的外在，然后阮的行动。再用安尼，正做一个袂当取代迄个祈祷的感性的祈祷，再当延续到伫妈咪。主的恩典伫阮的心中，阮的献上感谢。愿主也帮助阮，我会当有一种我可能信心的困难，
来，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在当地的这个世代有真济歹的困难，是伫要影响我，一直要改变我。我知我是属于上帝你的百姓，我们用什么来承担我的气节？也是伫主你面前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用上帝你是一个圣洁的上帝，你爱我们在你的脚步，我们过着圣洁的日子。阿弥，主你在当中上好，有得肯定迄个过程中间，感谢你听我的声，愿主你安尼使我们伫阮伫咧这期中间，用这种的圣经来陪伴，安尼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祷。阿弥。